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程文正，我是一个澳门的歌手，也是一个唱作人。Marker 对我呢是很重要的，因为我想数数手指，我自己参加过 Marker 的流行歌创作大赛啦，其实都已经很多次了，由第一届啦，我的歌曲有《一个人大时代》啦，跟住有《街餐桌》啦，有《碎花》啦，有《默念》啦，到近年啲嘅2020年嘅时候咧，都好有幸，因为2020呢只歌攞到就系 Marker 流行歌曲创作大赛嘅冠军啦，同埋呢个最佳作曲嘅。咁所以其实对我嚟讲咧，我觉得 Marker 系伴随住我自己创作嘅路嘅成长嘅。因为每一年咧，其实去参加嘅时候咧，我觉得最紧要就系唔系净系因为一个比赛，而系可以话俾俾人听，其实澳门有好多做得好好，即写歌啦，歌词都写得好好嘅精英喺度咧。澳门俾好多唔同嘅乐迷听到歌嘅，咁就系呢个最紧要啦。所以咧，对于我嚟讲咧，我觉得每一次参加得咧，除咗一个好好嘅即系练下自己究竟我呢嘢得唔得之余咧，就可以同一个好多唔同音乐人啦去交流啦，同埋都每一年咧都可以听到唔同嘅嚟自香港嘅一啲评审，可以点样去听下原来我嘅流行曲里边有啲咩嘢可以再有进步啲咧，或者再有一个更加可以多创作嘅空间，我可以写更加好咧。咁呢个系一个好紧要嘅。所以无论点样都好咧，我都会 keep 住不停咁写，同埋不停咁样作，令到更加多嘅人可以听到我自己嘅音乐嘅。亦都再一次，最后一定要多谢 Marker， 因为 Marker 其实为咗我哋本地嘅所有嘅创作人啦，其实一直以嚟咧，对于版权啊，同埋对于保护我哋自己知识产权咧，都不遗余力嘅。亦都喺每一年啦，都因为佢哋嘅关系，都收到一啲属于我哋自己应有嘅一啲权利同埋版税。咁所以我要特别好多谢 Marker。我希望在未来的十年，我都继续 keep 住做多啲唔同嘅创作，令到更加多嘅澳门人啦，甚至乎将我自己作品咧，可以推到更加远嘅地方。我系程文正，系个澳门嘅歌手同埋唱作人。